18岁段奥娟瘦了真美，机场穿短裤秀腿肌，邻家女孩逆袭开挂。在18岁这样美好的年纪，年少成名，还完成了外表的逆袭，这样的18岁过得精彩又有仪式感。只见画面中是段奥娟这两天的机场图，这样的腿是真实存在的吗？还是一年前那个清纯的邻家女孩吗？跟变了个人似的，这样的大娟太有魅力。不得不说，自从瘦身成功后，段奥娟的每次出现都让人惊喜，不仅脸变得精致了，身材变好了，而且气质也变得女神。瘦子胖子各有各的幸福感，但是可以明显看出，瘦下来的段奥娟整个人都变得自信极了，穿上修身款式的骑行裤也完全不再怕的。生图视角拍下来，段奥娟的身材还是那么优秀，大娟真是很爱荧光绿色短袖了，属于夏天的颜色，穿上它在人群中都变得十分显眼。瘦了就是人性，